你这干啥去啊？啊，妈，那个我去上班啊。这才5点，你上啥班啊？哦，我那个最近有点事儿，所以啊，我就早点去。啊啊！哎，我怎么发现你最近怎么上班都这么早啊？我这不是早点去，好早点工作嘛。啊啊，那你去吧，去吧。行，妈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嗯嗯。哎，这儿媳妇，这是咋回事？你说，这上班是8点，这怎么5点就走了？这干啥去？这是。怎么又上班去了？儿媳妇儿，儿媳妇儿，你这又上班去了？对啊，妈，你这两天咋这么奇怪呢？妈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？哎，我也说不上来。哎，行了，你就别多想了哈，什么事也没有。我那个先去上班了。啊，去吧去吧。行，妈，那我就先走了哈。走吧走吧。哎，真的挺奇怪的哈，这两天怎么都5点就上班走呢？不行，我得跟着出去看看。来了啊！啊，来了。哎呀，这咋还上小河边了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干什么呢？婆婆怎么来了？小静，你跑这来干什么来了？妈，我没干嘛呀，你这怎么来了？看我怎么来了？你每天5点上班，就是跑河边跟那男的约会吗？妈，不是约会啊。不是约会，不是约会，你跑这干嘛来了？妈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不是我想那样。好，不是我想那样。等一会儿我回家呀，我就跟小浩说，你呀每天5点上班，就跑河边跟他约会。哼！哎呀妈，妈，哎呀妈，妈，哎呀妈，哎呀妈，你先别走，你先听我说嘛。那你跟我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妈。那我就告诉你实话吧，最近这一个月啊，我都会到这个小河边上。
还以为你来干什么呢，你说。对不起二媳妇，是妈错怪你了哈。你说这么大事儿，你早告诉妈多好。哎，你先过去吧啊，妈走了，回家了啊。